位同学，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收看人力资源管理与组织行为这门课，我是吕思齐老师。今天我们的课程主要的内容是在讨论企业的组织文化，还有它的层次以及它的重要性。此外，今天我们也会讨论到优良组织文化的条件，以及文化是如何形成和传承的。最后，我们会说明组织文化的内外部管理，以及如何进行文化的稽核。首先，我们先来了解组织文化的定义。在第二章，我们有提到，文化是一种价值体系，它会影响到整个地区或者是国家的价值判断，也会影响到个人的思想、态度、价值观和行为。而组织文化则是指企业内部所有成员所共有的有形或者是无形的事物，它们可以影响到成员的思想、态度、价值观和行为。组织文化包含了三个要素，第一个是价值观，第二个是规范，第三个是假设。以下我们依序说明。首先是价值观，它是指个人或者是群体对于是非对错的判断。价值观通常可以分别区分为终极价值观和工具价值观，我们会在第14章再详细的说明。在管理实务上，终极价值观通常会反映在企业的使命上，也就是会说明企业为何存在，或者是企业需要完成何种目标等等。而工具价值观则是会反映在企业内部的各项政策、规则或者是操作流程上。第二个要素是规范，它是指企业内部成员长期发展而来的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这些准则可以让内部的成员在运作上更加的有效率。规范它通常是一种非明文的规定，而且也不具强制力，但是有时候还是会有明文的规定，在这个时候就会被称为是规则。第三个要素是假设，它是一种经过长期成功经验所累积发展而来的，通常会被视为是一种理所当然的想法。此外，学者认为组织文化是有层次上的区别的。组织文化可以区分成三个不同的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人为事件，第二个层次是拥护的信念与价值观，第三个层次是潜在的假设。以下我们依序说明。第一层是人为事件，它是属于组织最外显的层次，也是最容易被其他的人所察觉到的。例如，组织内部的结构和各项的流程，或者是企业所使用的服装、建筑特色，或者是语言等。第二层是拥护的信念与价值观，它是指组织的目标、所选用的策略以及管理哲学。第三层是潜在的假设，它是指企业内部的员工潜在内视为理所当然的各种想法、对事物的认知和情感。这个层次是最难被观察到的，但是它却也是影响企业内部成员最深的。企业的组织文化除了有层次上的差异外，在强度上也会有所不同。组织文化虽然可以影响到企业内部成员的思想、态度、价值观和行为，但是这样的影响力是取决于文化的强度。文化强度是指组织文化一致性程度的高或者是低，也就是说，企业内部成员对于企业文化是否持有高度的认同与共识。如果有，我们就会称为该企业的组织文化强度很高。此时，这种受到大部分企业成员认可或者是支持的文化，可以称为强势文化，或者是主导文化。反之，若只有小部分的成员或者是群体的支持的时候，则称为弱势文化，或者是次文化。一般而言，企业通常会存在一种强势文化，此强势文化会主导企业内部成员的思维模式和各种行为。同时，
让企业内部的成员可以朝向同一个目标前进。然而，在强势文化底下，不同的部门或者是团队可能会发展出一套属于自己的次文化。而当企业拥有丰富的次文化的时候，就会有助于企业内部发展出更多的创意与适当的冲突，并且可以协助企业因应不同的问题。组织文化对于企业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它是企业的 DNA， 它也让企业具有独特性，并且拥有有别于其他企业的特性。在第三章，我们有提到资源基础理论。在这个理论当中，如果企业想要拥有持续性的竞争优势，就必须要有好的资源，而好的资源必须同时具备以下的特性：第一个特性是有价值，第二个特性是独特或者是和稀少性，第三个特性是难以模仿和移动，最后一个特性是无法取代。而组织文化同时具备这四项特性。首先，组织文化是企业内部成员共享的有形或者是无形的各种事物，因此它只会对于自身企业有价值，而对于其他企业而言，它是没有任何价值的。此外，如上所述，组织文化是企业的 DNA， 因此不会有两间拥有一模一样组织文化的企业存在。企业文化是企业内部经年累月所形成的，所以是很难被其他企业所模仿的。最后，因为企业文化深植在内部成员的思维模式之中，内化在他们的日常作业里面以及人际互动之中，所以其他企业无法使用其他的管理流程、规章等等来取代。因此，简单地来说，良好的企业文化可以为企业带来持续性的竞争优势。接下来，我们来说明优良组织文化的条件。好的组织文化应该要具备以下的条件：第一个条件是方向性，第二个条件是强度，第三个条件是适应性。以下我们分别说明。首先是方向性。方向性它是指组织文化应该要能够和企业的目标以及所选用的策略能够相互搭配，并且引导企业内部的成员到达想要到达的方向，以及应该要有的态度和行为展现。因此，企业管理者应该要先决定企业想要塑造员工具备哪种价值观和行为，然后再借由各种管理措施来引导出所想要建立起来的组织文化。第二个条件是强度。强度它是指企业内必须要有一个强势文化来引导和塑造企业内部的员工的行为和价值观。假如企业内部各个部门的次文化的强度相当的时候，它就有可能会导致沟通和协调上的问题，因为各个部门都会认为自己所拥护的价值观或者是行为才是重要的。最后一个条件是适应性。在等一下的课程中，我们将会提到企业在营运的过程当中，它有可能会面临到因为外在环境的改变所造成的企业生存危机。因此，当企业在面对这些改变的时候，如果组织文化本身它不具备任何的适应能力的话，则有可能会导致于组织灭亡。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组织文化就必须要具备适应的能力。例如，企业管理者可以将企业打造成学习型组织来适应环境的变化。学习型组织它可以借由不断地察觉外在环境的改变，并且找到适当的方式来应对这样子的变化。而这样的组织它通常拥有着很强的适应力文化。和一般组织文化不同的是，在此组织文化底下，所有的组织内部成员
他们都扮演着边界连接者的角色，而且他们也与外部环境有着联系，他们随时注意外部环境的改变，并且调整相关的行为来因应这些改变。接着我们来说明组织文化它是如何形成的。在第一章时，我们说明了随着企业的发展过程里，企业为了要能够有效地运用各种人力，以及提升企业运作的效率以及效能，所以企业内部会逐渐形成各个不同的功能别，来让企业内部的各个工作流程能够更加的流畅。组织文化的形成也是一样，它并非一朝一夕就能发展而成。企业是由一群具备不同人格特质、态度、信仰、价值观和思维模式的人所组合而成，而这样的多样性组合底下，即使面对同一件事情上，每一个人都会有各自的认知和各自的理解，所以每个人的想法和后续所产生的行为也就会有所不同。因此，企业想要发展出属于自己独立的组织文化，是需要经过长时间不断的磨合和淬炼而成。学者提出，组织文化的发展可以区分成四个不同的阶段，而在这个四个不同的阶段里，每一个阶段它所关注的焦点以及内涵都不相同。以下我们分别说明这四个阶段所面临到的各种议题。第一个阶段是依赖与职权，在这个阶段是发生在企业刚成立的时候。在这个阶段里，内部成员所关心的议题通常会是谁是我们的领导者，而企业在这个草创的阶段其实是非常脆弱的，因此他们会想要找到一位能够帮助企业存活下去的有力领导者。若企业能在此时期存活下来，就表示领导者的各项管理做法和管理的思维是有用的，而这些管理做法和管理思维也会慢慢地变成组织文化的根基。换句话说，企业的创办人或者是企业的领导者，他们的管理哲学对于组织文化的形成有着深远的影响。第二个阶段是亲密性、角色分化和同侪关系。当企业成功地在竞争环境中存活下来的时候，内部成员也会逐渐建立起信任感和高的凝聚力，对于企业的认同感也会慢慢变高。此时，企业的组织文化也会慢慢的强化。第三个阶段是创造力与稳定性。企业所面临的外在环境不可能一直不变。换句话说，过去企业成功的生存方法，在环境的改变底下，也有可能会失去它的竞争优势。因此，企业就必须要有所改变。而在此阶段，所要面临的问题，就是要如何同时拥有创新的做法，又能够维持过去成功的传统。在这个阶段当中，过去一些没有被重视的价值观或者是次文化，有可能会在这个阶段中重新获得重视。企业也有可能会开始鼓励企业内除了应该要有主导的文化之外，各个团队或者是部门可以建立起自己的次文化，来增加企业的创新能力。最后一个阶段是生存与成长。当企业成长到了一定的规模和时间后，他们就会开始追求稳定。而在这个时期，企业内部成员可能会习惯于过去成功的做法，而使得组织文化一成不变，进而缺乏创新的能力。因此，若在此时期企业面临到危机，而且内部的成员拒绝变革的时候，企业有可能就会慢慢的步入衰退，最后死亡。因此，在这一个阶段里，企业管理者
他们所要做的事情就是发起并且促进企业内部的变革，鼓励内部员工的改变，以度过危机。那么企业的组织文化又应该要如何地来传承呢？刚刚前面的课程提到，组织文化通常包含了各种有形和无形的事情。然而，对于一个不属于企业内部的人而言，通常我们所看到的就只有外在有形的事物。我们在第一章时有提到，企业的新进人员，他们必须要接受企业文化的教育训练。不论他们是借由制式化的流程，或是让员工自行体会，员工社会化的最主要目的，就是希望员工能够快速地融入企业整体的运作当中。除了社会化的过程之外，企业内部也有可能会采用不同的方式来传承或者是解释说明文化。以下几种方式是企业最常采用的。第一种是仪式或者是典礼。第二种是符号和标语。第三种是语言或者是术语。第四种是故事。第五种是实体环境。最后一种是人为事物。以下我们分别说明。第一种是仪式或典礼。企业的仪式或者是典礼，通常都是一些公开的事件，是用来显示一些重要的事情，或是达成重要的目标。例如，有些公司会在年初之际举办春酒活动，或是在年终时举办绩效表扬会等等。除了上述这一些正式的仪式或者是典礼外，企业内部也会有一些非正式的仪式或者是典礼。例如，当团队有新进人员的时候，在下班后就会一起聚餐进行欢迎仪式，或是团队成员帮自己的同事庆生等活动。第二种是符号和标语。企业通常会使用特定的符号或标语来代表自身的组织文化。例如，全家便利商店所采用的“全家就是你家”来说明他们的便利性，或者是运动品牌 Nike 所采用的 “Just Do It” 来说明运动的重要性。第三种是语言或术语，企业内部也有可能会发展出属于自己独特的语言或者是术语来表示某些人、事或者事物。借由这些术语，内部成员可以快速沟通之外，也可以增加企业内部的凝聚力，让成员们觉得自己是一体的。第四种是故事。故事主要是用来说明对于企业有重大贡献的人所发生的事情。企业利用故事的方式来向内部成员传递企业内重要的管理思维或者是文化的理念。例如，只要是在台硕集团内工作过的员工，就都一定会听说过王永庆先生的喝豆浆哲学。第五种是实体环境。实体环境包含了硬体设施、装潢颜色、工作场域的布置、光线、建筑设计等等。例如，组织文化若是比较活泼，追求创新时，在办公室的设计上，通常会采用比较开放的，而在颜色的采用上也会比较明亮。第六种是人为事物。刚刚前面的课程中有提到人为事物，除了上述的实体环境外，它还包含了企业内部成员的制服设计、设品陈列，或者是流程结构等等。接着，我们来说明组织是如何针对组织文化来进行内部管理。刚刚前面的课程中提到，对组织文化影响最深远的人是企业的创办人和他们的高阶管理者。这些人在很大的程度上决定了组织文化应该要强调哪些价值观、思维模式和管理哲学。
企业可以借由以下的管理方法来塑造和维持组织文化。第一项是招募与甄选，第二项是社会化过程，第三项是组织结构与设计，第四项是绩效与报酬制度。以下我们分别说明。第一项的招募与甄选，它是指企业在招募和甄选的过程中，除了甄选适合该职缺的人员之外，其实也在甄选能够适应企业内部文化的人。此外，依据吸引、选择、耗损模式，企业一开始会吸引到与企业内部人员相似的应征者，然而那些不相似的人最后会选择离开企业，因此企业最后留下的员工都会具备相似的特质。第二项是社会化过程，在第七章的课程内容中，我们有说到企业可以借由两种不同的社会化的过程来让员工了解到组织文化。第三项是组织的结构与设计，它是指企业管理者可以借由组织的结构和设计来支持组织文化。例如，当组织文化是偏向军事化风格时，企业可能就要使用机械式或者是官僚式的组织结构。反之，如果是偏向开放活泼风格时，有机或者是水平式的组织结构可能就比较适合。最后一项是绩效与报酬制度，它是指绩效和报酬制度一样可以帮助企业管理者来支持组织文化。例如，当组织文化是强调效率或是个人能力时，采用个人的绩效评估或者是浮动式的绩效奖金报酬制度可能比较合适。反之，如果组织文化是强调团队时，那么上述这样的绩效评估制度和个人式的绩效制度可能就不适合。由上述几点来看，组织文化必须要和企业订定的目标、所选择的策略以及内部的各项实务措施相互配合，才能让企业获得持续性的竞争优势。这一个观点与第三章所提到的一致性概念是一样的。简单地来说，组织文化必须和企业的目标、策略、管理措施具备一致性。接着是外部环境对组织文化的影响。除了内部的各个措施会影响到组织文化之外，外在的环境也会影响到组织文化。在第二章的课程内容中，我们有提到利害关系人的观点。在此观点底下，企业如果想要持续地存活，就必须要回应利害关系人的各项需求，并且依照这些需求来进行相对应的作业流程、管理模式和组织文化的调整，否则到最后就会被利害关系人所淘汰。例如，当消费者的环保意识逐年提高时，若企业还在持续的使用不环保的制造流程、过多的碳排放量，甚至是违法排放废水或废污水时，这些企业就会被消费者所抵制，进而引发生存的危机。因此，企业必须时时刻刻注意利害关系人的需求，并且设法满足。由上述可知，企业为了确保组织文化和企业目前的现况与未来的长期发展需求相符，需要经常地来检视组织文化，并在必要的时候进行适当的修正，而此过程就叫做文化稽核。文化稽核一般可以分成正式稽核和非正式稽核，以下我们分别说明。首先是正式稽核，正式稽核可以分成内部稽核和外部稽核。内部稽核是指企业内部有专门的人员组成稽核小组，来针对组织文化所进行一系列有系统的收集资料，并提出需要改善的地方以及改善的方法。外部稽核则是指企业聘雇外部的专业人员
来进行组织文化的诊断，并进行组织文化的修正、调整，甚至于是变革。两者有它的各自的优缺点。采用内部稽核时，因为稽核人员全部都是企业内部的人员，因为了解企业的运作模式，所以不需要再花费额外的时间理解。然而，也因为理解组织文化，有时候会因为根深蒂固的思维模式而难以看出发生问题的原因。而外部稽核，因为不熟悉组织文化和管理的运作方式，所以需要花费较长的时间来理解，也可能会发生对于组织文化错误的解读。但也因为如此，通常可以看出组织文化是否适合当前的企业现况以及未来的发展。然而，非正式稽核是指企业管理者借由日常的观察来了解目前组织文化与各项实务之间是否相符。例如，企业内部各个部门出现沟通不良，或是顾客满意度降低等。此方法虽然会受到观察者主观意识的影响，但因为不像正式稽核需要花费额外的心力组成稽核团队，或是聘雇外部专家，非正式稽核可以在任何时间点进行，因此可以作为正式稽核的辅助办法。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复习一下今天上课的内容。今天我们主要讨论了关于组织文化的各个面向。首先，组织文化包含了三个要素。第一个是价值观，它是指个人或群体对于是非对错的判断。价值观通常可以区分成终极价值观和工具价值观。第二个是规范，它是指企业内部成员长期发展而来且共同遵循的行为准则。第三个要素是假设，它是一种经过长期成功经验所累积发展而来的，通常会被视为是一种理所当然的想法。接下来是组织文化的层次。组织文化一共可以区分成两个不同的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人为事件，它是属于组织最外显的层次，也是最容易被他人所察觉到的。第二个层次是拥护的信念、价值观，它是指组织的目标、所选用的策略以及管理哲学。第三个层次是潜在的假设，它是指企业内部员工的潜意识内视为理所当然的各种想法以及对事情的认知和情感。接下来我们提到了组织文化上会有强度上的差异。文化强度基本上是指组织文化一致性的高或者是低，也就是说企业内部成员对于企业的文化是否有高度的认同或者是共识。当企业有这种受到大部分成员认同或者是支持的文化，我们可以称为是强势文化或者是主导文化。反之，若只有小部分成员或者是群体支持，我们又会称为是弱势文化或者是次文化。今天的课程我们也提到了组织文化基本上它是企业持续性竞争优势的来源。而良好的组织文化应该具备以下几个方向。第一个是方向性，第二个条件是强度，最后一个条件是适应性。好的，今天主要说明了组织文化的各个面向以及如何传承、管理和进行稽核。在下次的课程中，我们将会介绍社会认知中的稽模。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